穷鬼！不是你，梅梅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其实你也配说这我？你是不是想拆散我？许梅，你什么你？卡里竟然一分钱都没有，骗我！你就是个骗子！不是，60万彩礼我给，200万新房我也贷款，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我全转给他，我哪来的钱啊？就这个钱。想养活我们一家子，就没钱就别结婚。我呸！姐，我那还欠人200万呢，还不帮我？叶红，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这260万，这婚不负责。彩礼我给过了呀。彩礼涨了。我陈妈，你也知道，你们家不是还有间祖宅吗？卖了呗。难道我们的感情还比不过一间屋子？你不爱我了吗？不是，哎，没想到你这人没钱。喂，我妈被车撞了，我妈被车撞了。去，你能不能先还我10万块钱啊？我妈车祸手术需要钱。你妈车祸关我们家屁事儿。就是，没钱干脆就别救赎，活着也是丢人现眼。你们说的是人话吗？那是我妈。妈，你还想要回彩礼啊？你说是你吗？全家被车撞了，你休想在我这儿拿一分钱！你们真行！欠我260万彩礼，不准走！放！你妈生病了，你以后应该高兴呀，少养一个死穷鬼。老婆，老子不接了！老子不接了！你想造反？这彩礼，哼，把你的婚房也在我的名下，房贷还是要你自己还。假吸血鬼！叶恒。叶恒，我那200万呢？没事，我一定让他把老宅子吐出来。卡里没钱，还来看什么病呀？叶恒，我这是一点钱，虽然不多，先拿着用吧。小柔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分手费？不是你发什么事情跟我妈救命去？小女人。嗨，你们家钱花没了，你妈死了，正好是种解脱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无限集团的总经理。救命！厉先生，您母亲说要三分见你。怎么？我看来是快不行了，要交代遗言吧。银行卡到账5亿元。银行卡到账5亿元。真的有5个亿？妈，妈，你不是？妈没事儿。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吗？他隐藏太深了嘛，他要了彩礼，婚房就变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就是这家医院的老板。其实。我们叶家是世界首富，我再报警去。你不用怕，他们都是我们叶家的保镖啊。你不是说传销？怎么，你不信？少主，这些都是您老零花钱。真巧，妈本来呢是想让你在事业上谋利的，你瞧着这么些年，你吃苦了。这1000万还有5个亿都是你的零花钱。不过我再给妈说。贱骨头敢勾引我的人、我没有。你还说你没有啊？我没有。这些年你们家对我的妹子。
下跪才会。烦死你了！你还敢动我？烦了你了！敢推我？平常欺负我，小柔怎么惹你了？别以为不知道，他喜欢你那么多年，这次肯定是想趁我不在趁虚而入。他喜欢我？他和我激烈，早就找了我凯哥干嘛了。哎呀，都要结婚了，不会随便跑。 哎呀，讨厌！这种花为什么要当着这个狗男女的面说？我跟叶红是亲妈的，跟你们不一样。现在你还敢顶嘴？看我不！凯哥，他打我！穷就认命，打伤人可是要赔钱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命，我的钱够买10000条。 你好大的狗胆，连陪凯哥也敢打！那时候，别担心，小柔，你会上班，这儿能应付。哎，同学，赔钱，这10000块，不能了事儿。你命都出来，凭什么你们不赔？他可是我们县集团的总经理，不是跟你一样的贱命。小贱人，我打你是因为我赔得起，你要是赔不起。 我也让你打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为了凑那点彩礼钱，差点连房子都卖了。哦，不赔钱也行，要么你就跪下来给我们磕三个响头，没准儿我们还能原谅你，是不是？谁告诉你我赔不起？打我！ 照我这儿打，来打呀！打呀！不打，不是个男人。董事长，把他们家全打掉，治疗费用。大概在200万左右。好，给他们两个人各出1000万。1000万？你账户里能有1000万？ 穷鬼也敢打我！你好大的狗胆呀！警告你，臭贱人！你赔钱！你好，我们这里提供伤残鉴定、方便免索赔。另外，我们这里还提供冷饮出租、火化、殡葬、医疗等服务。你这样，你有病吧？这小子哪来那么多钱？居然有1000万！呀，他的银行卡都被拿出来，哪来的1000万呀？那他。 肯定是找来的演员嘛！啊，他们一家都是骗子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他们家喜欢装有钱人，那种榨干的油水还不是只有这么点儿？尤其是叶红他妈最爱炫富。小子，路上来这么多，看我不整死！算账去。余荣，算账去！你死哪儿去了？现在是我休息。一辆车都没卖出去，你也配不修？ 今天要是还是没有销售，就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我会努力工作的，求你别开除我。不吃你！我这么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干什么你？还冲我翻了个正事啊！叶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回去，这里我留处理。余荣，我告诉你，你被请了。 现在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不是你凭什么开除？就凭他这2天没有业绩？业绩？行，你们这最贵的，我买。什么？越是穷逼越爱说大话呀！就凭你身上传染寄生地摊货，别说我们这车，就连一个车轱辘你也买不起。叶红，这里我能处理，你快回去。我这张卡。 够买你们这儿最贵的车！你跟吹牛都不会吹啊！哎，5亿，知道什么概念吗？我，意思他没骗人。有钱人会穿这个样子？保安，你放开他！喂。 给我送套像样的衣服来，不要什么乞丐多少岁女的，穿了一身过来，你敢带进来？
看见没有，一声名牌，月儿，这里先生全身上下至少要20万，这才是门系车大客户。先生，您买车啊？您是您？现在我有资格，您当然有资格了，还会有保安把我赶出去？ 刚才这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原谅吧。最贵的车，算他眼。这车一共十几万，你有钱吗？哼，假的吧？不是你们俩刚补一个机会一次。我们来买车，就你的彩礼。对了，还有你妈的救命钱。经理，他妈被车撞。 刚才在医院，他连救命钱都没有，你信他能买得起车？这瘪三，骗人喽！哎，这不是无限集团总经理宋元凯吗？我可是无限集团总经理，知道该信谁？当然是姓林了。我们可以买车，但条件是开除他。 我们可以买车，但条件是开除他。啊，没事，有我在。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装什么孙子呀？这张卡我早就查过了，里面啊一分钱都没有。看见没？这是叶枫他妈给我买的钻戒，就是破碎掉的。小子，你这耍我！你没钱，你敢骗我？ 我有钱，你们不信？你都被人切除，还敢嘴硬？行，我这卡里边要是真有5亿，你用这张卡里真有5亿，你保证我只要付款成功，我跪下来给你当孙子。今天这个孙子，当定了。 余额不足，付款失败。哦，我卡拿错了，这张彩票。借口真多呀！你这张卡里面估计连2块钱都没有吧？啊？有没有钱的再刷一次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还在那里装？你小子三番两次骗人，你不想活了是吧？别跟他废话了，你赶紧把那个余额给我开除了。奔驰全款60万。 邱老板，这才是有钱人。分期，这里最穷的人你哪有资格说？我最穷。我再说一遍，这儿最贵的车我要了。我拿你车，580万，你拿什么付？经理，别再跟他废话了，你再别拿那张卡骗人了。 付款成功，不可能，他的钱应该都在我手上才对，怎么可能会有钱买车？叶红有500万，要是他被车撞了，别人赔的钱，你不能输给那个废物，我们也买一辆500万的。我哪有500万买车？都怪你！ 经理，不是说业绩算我的吗？你是经理，我是经理。可是这都第几次了？我不是说业绩算他头上的吗？这是先生，您放心，虽然小荣没有业绩，但是我已经不会开除他。我问的是他的业绩怎么算，我都回去。大量的销售归经理结算，而且再说了，您挣500万的酬劳，您可以再买几张便宜点，到时候再算到小的业绩上。有，你还没。 我要退车，不可能！你先出尔反尔，我怎么可能？退车是要扣定金的，那点定金我再说一遍，你要付出。哟，原来是没钱呀！装什么装？真他妈能装！
你要敢退车，我就开除他。威胁？想让你解释？钱一分没少给你。交易已经成，你该吃完我给你点。苏文文，我告诉你，云游今天我开除定了。不用你开除，我自己死。没事，你哥该怎么说他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管不了我。老板，您来了这么久，这有一个流氓闹事，我正准备叫人把他赶走。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！叶先生，你也敢得罪？叶先生，就算买下个最贵的车，也从没见过老板在别人面前这么卑微。难道他真的是个大人吗？叶红，你这又是从哪儿找来的演员？到别的地方。大人。你有些人说话了，叶红先生，叶红，我快吓死你了！叶先生，潘红大量，不用了，你到财务去把工资结了。有这么重要的职位，这车行没了我不行啊！你的职位由小柔接替。老板，哥，哥，都出来！各位。老板，老板，李先生，这样处理您看满意？满意。老板，我你很优秀，我给你涨工资，继续努力。是。叶恒，这是老板第一次跟我说话。那恭喜你了。叶恒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有？我老家拆迁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实话告诉他，我是首富之子，恐怕他也不信。那要不你先忙吧。嗯，那今天谢谢你帮忙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是。妈，妈，妈，什么事啊，大惊小怪呀？说。妈，叶红买了辆法拉利。你看错了。真的，叶红全款买了辆500万的法拉利。啊，他的钱应该全在我这儿，就没有剩余。还私藏了500万。是啊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说会不会是他妈出车祸，别人给他赔的？哼，没想到那条贱命还那么值钱。说我到底该怎么做呀？咱们去他公司闹，要他在公司抬不起头。喂，妈。儿子，公司总部被我收购了，以后你就……啊？公司总部被我收购了，以后你就是公司的老板。啊？今天把这些报表做完。这么多，做不完就不准回家。这本来你的工作嘛，你妈再顶嘴我扣你工资去。我告诉你，做不完就是能力问题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今天呢，咱们新来了一位美女同志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刘华，公司里有好多部门，你想坐哪儿都可以。好，请问这有人坐吗？没。哎，我办公室有空位，你要不？方经理，人家就想坐。这有你什么事儿？交代给你的工作做完了吗？我三天的工作量，你十分钟就做完了。我还发现你有36处错误，全忘记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！我三天的工作量，你十分钟就做完了。你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来我办公室。
让你做的吗？这是你针对我呀！我就是看你不顺眼。全公司上下没人敢动，除了你这个。缺一个经理给你翻天了呀！被开除了，给我滚！我全公司业绩最好，你拿什么理由开除我？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明天晚上公司有个拍卖项目，你找客户参加，目标拍卖额是5000万。明晚5000万怎么来得及？哼，反正已经交给你，营业额是5000万。你要是完不成，就交证明你能力。那我要是完成了，哼，你要是完成了，这个位置，真的？你还真以为你能做？那是假。好，我做五名。来，咱们签个字。你要是完不成啊，你就出。我看要滚的人是你。我说到临头来了，这个干部，这是干嘛？我是叶家派来的保镖，请少主指示。你快起来，别让他看见。是。树大招风，我惹来危险，我不想被人知道我的身份。明白。我去给公司筹备拍卖会，你干啥？我是你的贴身保镖，当然是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呀。你刚来公司擅自离岗不太好吧？没事儿，反正我是总部派来视察的。视察？嗯，少主，你是要继承千亿财产的人，怎么还在乎这么一份小工作呀？这么小的工作我保不住啊，常回去兜底人。先回家。少主，你不是要筹备拍卖会吗？怎么样回家呀？那5000万的拍卖额可不是那么容易填平的。我就是那5000万的。啊？啊？听我妈说呀，我家好多不入流的藏品都没地儿放，也没时间清理，刚好进公司拍卖会，那就花钱。你自己人。你回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感谢你上次帮我送的礼物。我不知道你几点下班，所以在这里等。你发个短信就行了。我这不是害怕打扰到你，你有事没？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。是吗？这是表妹。表妹。表妹。表妹，嗯，表哥，你晚上吃什么？你想吃啥自己买呀。可是，饿了是不是？怎么了吗？哦，没事。那个公司明天晚上举办了一场拍卖会，你爷爷不是正好喜欢古玩吗？你要不问问他要不要去？他老人家一定到场。那太好了，明天晚上8点，银海国际。我没听错吧？银海国际真的要进啊？蠢货，你看这笑话吗？蠢货，你看这笑话吗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你订的拍卖会场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银海国际中心是我没有资格订，人家那都是招待高官贵人。你现在把邀请函发出去了，现在想改也改不了。你告诉我怎么办？不是你在怕什么？我已经订好了呀。你还在胡说什么啊？预订这里起码要100万，而且还要提前2个月预约。你从哪弄这100万啊？公司经费啊。你认为公司会出100万吗？啊？你要脸吗？这次逼装大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就是，总部怎么可能给100万经费？没睡醒。说了你又不信，懒得跟你解释。吹牛、背街串战都是这么说的。哎，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梗。叶红这小子说今天晚上拍卖额能达到5000万。别忘了，如果拍卖额达到5000万，你经理的位置
没问题。如果你能预定到银海坊，我今天晚上。什么？100万的经费通过审批了？一皇，你不会真的听到银海国际会场吧？你今晚就准备趴着入场吧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叶红那小子被开除了吗？你不是他上司吗？怎么这点事都办不好啊？我哪知道他这么难搞呢？你是不是废物？拿我钱不办事，是不是想死啊你？凯哥息怒，凯哥息怒。今天晚上有个拍卖会，到时候你就让他出去，滚蛋！我就跟你说，我这么……拍卖会，不如我们也去，咱们呀亲自去砸场子。叶红这小子真能邀请到这么多回客，不会都是演员吧？哎，你们两个土鳖东西是怎么混的？我没有邀请函。就凭你，这可是银海国际会场，不是你们这种土鳖资金。是你，要不你去？爷爷，他们俩是我亲自邀请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是经理还是你？我告诉你，公司答应举办这场拍卖会是看在我面子，关你什么？那现在你我之间是一点区别？没错，这两个土鳖。你说过，我要是能租下来银海国际的会场，就趴着进来。你，各位，在拍卖会开始之前，有请我们的彭经理给我们带来表演。不会来真的吧，美女？彭经理要给我们表演海豹走路，大家看看像不像？发现你没有了，你们哪来的邀请？反正我们有邀请函就是能进。好狗子，到。12万。14万。陈香。15万。20万。20万一次。20万两次。那我拿出。准备好收拾铺盖狗了吗？你就等着看。接下来就是卖给你维锦桥玲珑瓷，料色优亮雅致，玲珑碧绿透明，用中有用，花中有花，起开价5000万。5000万。不好，怎么会这么巧，刚好5000万。怎么，你很慌？你神气什么呢？啊，还没有人出价呢。5500万。这是精品啊。5600万。5700万。有这么夸张？好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，这类品质藏品十分贵重，就算是连高官和豪门都不一定拥有。这么值钱的，家里还有几十个呢，早知道多带些出来。6000万。这位先生，6000万。陈香，你说过要是金额到达5000万，经理的工资。就那么随口一说，这不能当真。你还立了字据。我是拍卖会的工作人员，您拍的玲珑瓷暂时不能领。我花钱拍的藏品，你跟我说不能取，你们难道是骗子公司？这批玲珑瓷来路不明，我怀疑是假的。什么？您是说我看走眼了？我告诉
我鉴宝几十年，整个飞雪市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。没说你，我是说这批瓷器它来路不明。这批瓷器它是从哪来的？我都说了，神秘卖家韦无声，可不就是货源来路就是偷的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不然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瓷器？你不偷，就是卖假瓷。想知道你们拍卖品是真的，其实很简单，老夫看一眼就能鉴定。好啊，那就让陈大师看一眼。其中要是有一件假，你可是要坐牢的。随便。这件青花瓷不可能在这里。陈大师都说了，那花瓶就是一个假货，你敢把砚石带到我们公司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青花瓷确实是真的，只是它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这花瓶就是从我手中流出去，它本应该在京城叶家那儿。兄弟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委托人引荐给我？非常抱歉，我得保护。叶红，你个死脑筋，人陈大师都开口问了，你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先生，您贵姓？他姓叶，叫叶红。陈大师，你是不是要投诉他？这些都是京城叶家的藏品，难道他正是叶家的继承人？我们的卖品，陈大师都看了吧？没有假货吧？没假货，全是真品。听见了吧？你的所作所为，我都会如实上报的。爸，难得一见的真品啊！您看中哪件跟我说，我帮您配。都相中了，但是我们家的条件有限，我就当过个眼瘾吧。您看中哪件跟我说，我给您配下。哎，那哪能行？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下面这件和田玉镯，细腻通透，起拍价20000。哼，什么玩意儿？才20000也敢拿出来拍？5万。你是不是傻呀？那种破玩意儿你也要？与你无关。你别忘了，这场拍卖会是由他筹办的。说不定这玉镯真是好东西。你说的对。60000。怎么着？我就是要跟你抢。10万。叶恒，做工不错，可惜玉有瑕疵不值。人傻钱多，起拍价只有20000的东西，肯定是个垃圾。傻。叶恒，别乱花钱。陈大师不打算出价吗？这玉镯难道也是那神秘卖家带的？这玉镯特殊，这位卖家我亲自。要是拍下能结识首富叶家，就算溢价，这个人情也划得。20万，直接翻了一倍。可就讲陈大师看上的东西，一定是好东西。30万，28万，50万。50万一次，50万两次，成交。我就说你抢不过我吧，你闹着。这副玉镯呢比较特殊，是由我们一名员工委托拍卖，我们将进行现场交付，大家再一次掌声欢迎。恭喜二位花50万买下我带来的镯子。夏思雨，花了50万，就买了这么个破玩意儿！你自己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自己喊价呢？我看没人要，我想自己买回来，怎么了？
不好意思，会场出了点小状况，希望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。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。你们先走吧，我留下帮忙。真是开了眼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尊贵的宝物。爷爷，你入迷了。陈大师可否见面？您是京城叶家继承人？果然不愧是陈大师呀、啊，您的鉴别能力果然非同凡响。哎呀，过誉了，能在这儿见面真是巧合呀、啊。其实这并不是巧合，我知道您眼界特别高，所以特意把家里藏品拿过来，而且把选址写在您耳机，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您过来。没想到叶先生这么有诚意啊！客气了。哎呀，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呢？我想聘请您到我们公司鉴定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？哎呀，多谢，有机会见识这么多的藏品，那是我的荣幸啊！那合作愉快，对，合作愉快。个狗东西，敢得罪我，你被辞退了！我估计敢打我什么啊？那是你先动的。上级打下级，这是应该的。行，这怎么说的？你看清，现在谁才是上级？是是。对赌协议上写的清楚，现在我才是经理。你给我，那就是张废纸，他不算数。当初拿着这张纸到处炫，现在不承认了。来，来，你们评评理，你们支持？怎么都哑巴了？想升职加薪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区区一个经理，以为自己权力多大？岳峰，你什么身份地位？敢跟冯经理叫板？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就是，我们只听冯经理的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一群利益熏心。你们两个的评级啊，都挺难的。看到了吧，这还有第四。我们帮他。总经理，为什么打我？上班去啊！你在这嚷嚷，其他人还工作？都是叶红那个狗东西在捣乱，不怪我。闭嘴！你还想诬陷人？一个新人还敢在这儿站出来？你信不信我把你？说话要尊重。林涵小姐可是总部派来视察的。视察？难道你是董事会的？现在知道了，迟了。林涵小姐，我果然没猜错，您真是个大人物。留言点。你笑什么笑啊，臭瘪三！林涵小姐，像叶红这种混权最应该被赶走。继续说。叶红坐我的位子，老是设计办法陷害我。你确定？嗯。你说叶红觊觎你的职位？这个混球想当经理想当疯了。他就是咱们公司的新老板。什么？叶红是新的董事长？你们没开玩笑吧？叶老板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姨妈吧。别跪了，起来。谢谢老板。不用多说，去财务部领了工资就。叶老板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董事，回办公室办公，马上。把他盯紧了，最近公司账目异常，肯定跟他有关系。是，最近严氏集团亏损的厉害，该怎么做才能填上这资金的漏洞？怎么样，从叶红那儿弄到钱没有？他有钱买法拉利，应该给了你不少吧？本来想在拍卖会上当众羞辱他，没想到被他骗了50万，还欠这么个玩意儿。
贾思玉。严氏集团现在就是缺钱的时候，你非但没有从他那儿捞到钱，然而还被他给骗了。三姐，不是我说你，咱们家也是做古玩生意的，就这玉一看就不值钱，你这都能被他骗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他太狡猾了。闭嘴！看我的，我一定让他把这玉钱退回来，还让他乖乖把那没给的200万彩礼补上。看见没？向你弟学学。废的。玉红，你还欠我姐200万彩礼呢。百配不给你，那我就拿这镯子去告你。啊？哟，陈大师，您来的正好，您帮我看看这镯子。原来是你这，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样，我拿这3样宝物换这玉镯，万不可以先走，这3件可是无价之宝。同志，你给我一百，我用这3样无价之宝跟你换玉镯，我出200万。哎，先答应我的，我给。啊，姐，咱们这次发大财了。这大师说，这3件可是无价之宝。我想起来了，在拍卖会上，那陈大师跟叶红他就是一伙的呀。什么？塑料的？怎么能送下你们这个笨蛋呢？你们下去就要破产了。都怪叶红那小子！妈，我认识叶红的上司那个冯经理，要找他对付他。好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叶红大哥，小的不知道您才是老板，这才有所冒昧，请您见谅啊。不是欠人情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叶红大哥，你能不能恢复我的精神力？想复工还在这磨叽，你干活去。是。你来这干嘛？啊？我想找你帮忙对付一个人，当然好处是少不了你的。叶红，我警告你啊，叶红不是你惹得起。你不干就不干吧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哎，大哥，你怎么来找我？过来签合同的不是来找你的？什么合同？哎呦，我们家有一批古玩体量卖，想放在这里做寄售。那我家也是做古玩，你怎么不找我签？你还以为你们家是古玩界第一啊？这家公司才是。哎，什么时候出的竞争对手？哎，那我也要进去。哎，这无限集团的总监没凯哥吗？签了他。小猫，别说我没照顾你，给你带业绩啊！再见再见。好嘞，我去签。不是，我们签合同有你什么事？真搞笑！我们跟冯经理说话，你管得着吗？叶红。你在公司也这么嚣张，一个小职员也敢出来作妖？我是小职员。之前跟你这么久，一直不升职，果然没钱。才好我跑得快，现在我跟了凯哥，人家年纪轻轻就是总经理。公司急需资金周转，如果这份合同签不了，我会重新考虑我的职称。您放心，不就是个合同吗？一定能签啊！
大方，你跟那臭小子废话，赶紧签了。我说了，不签。垃圾玩意儿，信不信我找你老板开除了你？你们老板什么时候来公司啊？谁就是老板。啊啊啊！啊小方，别跟你跟我开玩笑，就这种废物，他就只配给人打工。你在跟我搞笑吗？他穿成这样，他能是老板？谁告诉你老板一定要出名堂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连500万。哥，刚才是我不对，说话语气不太好。这份合同你就给我签了啊！哎呀，你堂堂总经理，为啥跟他认识？闭嘴！你懂什么你？刚才谁要开除我了？哥，我知道您大人有大量，你会放过我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签了吧。野红哥，您心胸宽广，果然有大量。哎，你个贱人，你给脸不要脸呀你！贱人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滚出！野红，我一直为了你付出代价的。什么？野红是公司老板，还是我们的竞争对手？那小子不知道哪来钱开的公司。难怪我们叶氏集团亏得厉害，哼，原来是他在背后搞鬼。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呀？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，只有这样，我们叶氏集团才能在飞雪市立足。小子现在可神气了，不知道抱了谁的大腿，管他抱谁的大腿，论商战，他还嫩着脸儿。他可是叶氏集团的首脑。只要他一出门，没有办不到的事儿。真的？行了，就按说的去做，天塌下来有我撑着。叶红，这下可有他受的了。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兰姐，你该不会喜欢那小子？哪有？过两天就是你爷爷生日，本来想送他俩这个女孩，没想到这么漂亮。爷爷喜欢古玩，是因为其中沉淀着历史。他和古哥，比起古玩，他其实喜欢的是里面的故事。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对了，爷爷后天七十大寿，他本来呢是不想过的，但是他说什么都想请你到酒店吃一顿。他大寿应该我请他呀。老人家一颗心意嘛，你就别拒绝了。太油了。少主，那个女生呢？你说小柔啊，她有事儿先走了。你怎么不送她回去啊？服务员，这桌美呢？哎，不用。你的钱啊，就省点花吧。叶家让我来辅佐你，就是让你在飞雪市立足，赚够5亿，这样叶家才能承认你，让你继承家族财产。我知道。但是你最近花了很多钱，还给员工发了一大笔福利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上这笔账款呀？不就几千万吗？几千万啊，可不是小数目。放心，我做不到。少主，夸下海口可不是好习惯啊。雨萍，那跟我来。少主，我们公司的流水又破纪录了，照这个情况下去，我们离5亿的目标更近了，到时候你就会被叶家承认接回京城了。不要吝啬成本，继续加班。是。本以为少主是个被宠坏的富二代，没想到他只来了2周，就把公司经营得这么好。耶，又有提成了。
没人注意就溜进来是吧？你们不是参加庆功吗？一有机会就。今天庆功就是为了转移注意，抓你。还要抓我，花100万值吗？老子乐意。老板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放我一马吧。你还有机会，滚。那好吧，我出去申请完奖金，我就申请。还想领奖金？盗取公司机密、挪用公款、亏空公司的事情，我都已经调查清楚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放过我吧！谁指使你？不说是吧？那你就等着坐牢吧！我错。是严家，严氏集团。又是他们！少主，现在不是笑的时候，公司机密被盗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能看看财报，我们又亏了几十万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到大街上乞讨了。奇怪，明明是我们按照叶红公司的模式去做，为什么他们赚钱，我们却亏钱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的，飞雪市的所有稀有金属都被我无限集团垄断，就算是叶红，他想买稀有金属，也只能从我这儿买。还是我凯哥厉害。这次我认定了，我要让这混蛋知道，他要跪着。哈哈哈！这次算是为了大功，那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。他以后文件就是我们一家。果然又是素颜李家家的。那怎么办啊？他们是我们的死对头，肯定不会松口。小事。少主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，这家公司会破产的。放心，不告诉你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飞雪是不卖，那我们就从其他市。啊？从其他市买？那运输成本会很高，肯定会亏本的。没事，我有的是钱，亏得起。小子有买我们公司的股，真小鬼啊！他把你们怎么不了？哥，又怎么了？又从其他市买大量的新技术，在低价卖到飞雪市，现在。没有人买我们的稀有金属了。是的，
价格之低，数量之大，直接让我们的产品失效。有皮还大，你家爹惨了，爹之前叶红把他持有的股票全都抛售出去，他又买回来，用这差价大赚了一笔。那也给他做空了。居然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办法对付我！这次他赔血本赚吆喝，我倒想看看他能得意多久。就是，这次他肯定也赔了不少钱。你说，这叶龙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钱的？管他！怎么能管他呢？你必须给我弄清楚。说不定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离婚，算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明白不明白？少主，这次我们下血本确实亏了不少。没事，没事，咱们都是先亏再赚。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资金缺口，放心，我把它占开。喂，参见少主。少主，我们定会付出周全的努力。快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林执事，少主，冰雪师最近不太平，所以加强。不用担心，安全的很。叶红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叶红，滚出来！滚出来！你再不上，我吞你全家！谁敢动我们少主？错了，还错了，还错了！谁没错，就是他错了。你长本事了你！你找他麻烦？就你，也想替人出头？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我们不知道哪里得罪您了，你还放过我们好不好？再找他们杀无赦，听到了没有？你滚！你快帮忙呀！这你怕他干什么？飞雪山还有人比你更凶！你闭嘴！他可是保镖界有名的黑豹。黑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没认出你来。你饶过我这一回好不好？啊！快滚！好，谁允许你们走了？谁允许你们走了？叶红，你在这跟我装什么老大？完了，我怎么不自觉就……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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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不是，你打我还成习惯了。不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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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了。不是，我以前怎么没见你这么可怜？哎，你没事吧？那你就说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嘛？把在医院抢徐州的钱还回来。没钱，没钱。这下总行了吧？还有60万彩礼。我这一时也拿不出来60万呀、啊。拿不出来。我倒有办法。什么呀？虽然是你交的。你把你家房子卖了，不就能换成钱吗？你以前这样对我，现在轮到你自己受不了是什么？不要，你不要这么无情嘛！你要是想复合，我可以答应你。我跟你复合？我呸！我今天话给你撂了，你要是还不了钱，你就别想出这个门。真小气！你不气好好吃，连60万你都省。说什么？我在飞雪市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就给我个面子，是我的
让你走。行，你让他先回去，我跟美谈。哎呀，你快点，这都我给你垫一些吗？你快去。这下可以了吧？滚了！你给我等着！少主，需要我解决他们吗？你把他们解决了，就没人管你。你看，这不就轻松赚回六十万？少主，这个你的。不过这六十万也没有办法填平之前的亏损，而且这只是张签，万一他不还钱呢？我还就怕他有钱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六十万呀，对咱们无关紧要，但只要有这笔钱，他就永远有拿着。没想到少主有如此谋略。走，接着带你赚钱。去哪儿呀？雨伦爷爷的寿宴。参加寿宴，跟赚钱有什么关系？待会儿你就知道。何家，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没走错呀。不许进去，不许进去。要请函呢。于叔说他们就在里面，没准备要请函呀。放你的屁，骗谁呢你？不信找你经理去。问你个头啊，你们两个也值得老子亲自去问。两个死穷鬼肯定是来蹭饭的。你不相信人就算了，人家要侮辱人吧。我侮辱你怎么了？老子就喜欢骂你们这种狗东西。凭什么待客的？老子待是客人，不是老人。赶紧给老子滚！敢骂他穷？骂他怎么了？骂他两句，老子还能丢了工作。哎，喂，刘老板，哎，麻烦你下来一趟。哎，就是刘老板，我呸！装也要装得像一点，你们可以滚了。丢人！老板，刚才不是挺嚣张？关你屁事！你们这个意思是说，好使？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。刘老板，我们合作的事情就别谈了。请放心。你脑子就有病了？你再开一打客。老板，出去！两位，您请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我会免费上你的餐。不会。月，这里冷清，不如呀，跟我到那边坐坐，那边热闹。我不必了，和尚。你拒绝我，那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不好意思，云姨，来晚了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臭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滚！好，你不要后悔。爷爷，有人欺负我。在我的寿宴上，谁敢欺负我们何家人？就是他。云月，念你同我同月同日生，我才让你参加我的寿宴，沾我的光。
没想到你为老不尊，竟带人欺我孙子！岂有此理！反了你个狗崽子！啊！阿老，是你孙子不顾在先。我孙子不对，就是把你们打死，他也是对的。你们三个小贱人，只配在这小角落里头吃饭。积点口德吧你啊！你再得罪人啊，我都怕明天参加不了寿宴。你，小畜生，嘴这么毒！好好说话，你听着。没事吧，爷爷？没事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咱们不和他们一般计较，免得气坏身子。我才不和这帮低等人一般见识呢！小伙子，有血性是件好事，但千万不能冲动。是啊，惹怒了何家，后果也是不得了的。我又不主动惹事儿。哎，这谁送给我们的酒啊？先生你好，这是刘老板特意送的八眼尼拉菲。没想到刘老板还记得我合伙人。你们在看着那些铜鬼沾了我们的光，竟然有资格和我们一个场吃饭。不好意思啊，酒这边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那刘老板给我们送酒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，老板是送给叶先生的，请问叶先生是哪位？不就是。哎，没弄错吧？这酒真是刘老板送给他们，他凭什么呀？不是你们的酒，刚才下嚷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哎，你个服务员，你算了，别在刘老板酒店省事了。这边酒好几万呀，刘老板居然送上这么贵的酒上来。一定是洪亮为了给爷爷挽回面子，自己掏腰包才付的钱。爷爷，可能是叶红跟老板说您七十大寿，所以才送了些酒菜。没想到刘老板还记得别人。是。玉伟，你什么意思？讽刺刘老板不记得我是吧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我看他们肯定是买通了服务员，自己掏钱假装酒店老板请客。我看也是，同样是大寿，你看我这边还着对来祝寿，你再看那边，三个穷酸鬼真凄凉。祝客娱乐生辰快乐，福比海参，春秋不老。祝贺于老生辰快乐，福比海参，春秋不老。你快去，花钱找的演员。没错。没关系，他们穷，送的是一些垃圾。爷爷，我们这边的礼物更贵重，咱们这边呀都是上万元的东西，他们那边算什么东西？对，拆开看看。对，青花瓷器。不可能。玉镯。你们何必自取其辱？于老，上次拍卖会跟你喜欢，就给您准备了一些古玩，不知道您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你穷酸一个，别人怎么会有好礼物给你贺寿呢？玉老，祝您寿比南山。这枚青玉戒指还请您笑吧。收下吧。喜欢，喜欢。你们别管这些瘪三，我们继续庆祝。连刘老板都给玉元送了，我是不是也要？哎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受够你了，居然当众拆我们送的礼物。还互相攀比，我又不是你炫耀的工具。
爷爷，爷爷，组长，让每个会员缺氧了。求你们救救我爷爷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啊！怎么样？我救不了。救不了？那你在这装什么逼？我确实救不了他，但马院长可以。要是有马院长给我爷爷看病，早都看好了。别说了，立刻送他到医院。我认识马院长。高人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刚才有所得罪，还请您救救我爷爷。请您尽管开价。刚才看你的架势，我还以为你是学医的。只是常识。爷爷怎么样？啊，医生说他没事，很快就会醒。高人，这是你的诊金，你直接到医院缴费就行。啊，你要真想给我钱，就跟我们公司合作，咱们互惠双赢。成。你的公司？啊，我也是我工作的公司。听你说的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你开的公司呢。对了，今天说来也奇怪，这怎么来这么多大人物呀？哎，学飞雪时就这么大啊，我多跑业务自然就认识。那能认识这么多大人物，说明你们公司前景还不错呀。那要是你努力工作，说不定我们就能脱贫致富，升职加薪了。会。啊，对了，你一会儿有空陪我逛街逛街吗？走吧。不是陪你逛街吗？怎么全是男主？你认识这么多大人物，穿成这样怎么行？哎呀，算了，省着吧。我出钱。哼，软饭的，软饭的。哎，没事。别理他。不是，这衣服这么贵，好几万块钱呢。哎，要不咱别买了吧？我卖车可是有提成的，挑你喜欢的就行。花女人的钱，就别说那么多话。你别小看他，他可是有一辆500万的法拉利呢。法拉利在哪儿的？没看见。那车可是限量版，要等车的。你肯定是被他骗了。就他穿这身衣服，买得起跑车？哎呀，我说呀，你长这么漂亮呀，跟他浪费了。等等，张先生，你不要命了？臭瘪三，张先生是我这里的贵客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又怎么样啊？就能动手动脚？何处小姐？干啥？一个都不准放。珊姐，我那条20万的项链不见。这里的人都是嫌疑犯，珊姐，这可不能乱说啊！要不您再找找，我出店之前都还在呢，那说明小偷他还在这。珊姐，是他偷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凭什么怀疑我？看你穿这身衣服，家庭肯定不富裕，像你这种人偷东西也正常。哎，不是，你凭什么怀疑我？看你穿这身衣服，家庭肯定不富裕的。像你这种人呀，偷东西也正常。看你找的软饭男这么落魄，竟然要以偷东西为生，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。今天这就咱们几个，不是你们手脚不干净，还能是谁？还没有证据，凭什么怀疑我？笑话，项链不在你们身上，难道在张先生身上？怎么可能？肯定在他们身上。张先生可是我们店尊贵的客人，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珊姐，没人。给我拦下！慢着，你们怎么不听人解释？解释？你有个屁子个解释！你敢打我！老子，咱们看看项链到底在谁身上。完了！报警！项链到底在谁身上？怕你！死鸭子嘴！哎，算了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张先生，你护着他干嘛？项链肯定在他身上。
你说那么多干嘛？浪费时间，赶紧报警！算了，珊姐，咱也别报警，让他赔就是了。做人留一线，这些人逼急了，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的。你说的好像也有。我赔20万，我今天我让你走不出这个店门。我说了，让监控，赶紧查。对，查监控。珊姐，店里的监控只有老板能查，连我也没有资格查吗？不好意思，把你们老板电话给我。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也配要我们老板电话？就是一个小偷，也不看自己多少斤两。珊姐，不用多说，抓他。是。你们店已经被我买下，真没想到你这么能装，连我们店一件衣服都买不起，还能买得起我们店？啊！我们店被买了？现在我有资格查监控。您当然可以，这边请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！珊姐，我一直财迷心窍，向量还你。居然敢污蔑别人，浪费我这么多时间。珊姐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要看这位先生之前污蔑你，看你怎么处置他。把他拖出去揍一顿，揍死他！大哥，求你饶了我吧，大哥！大哥，没人。大哥，珊姐，大哥，珊姐，大哥，把他也拖走。这玩笑可不能随便开呀、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感谢先生帮我找回了项链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随时联系。我先告辞。是。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？一恒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呀、啊？老家拆迁赔了一大。啊，你帮我看看哪件是好。这件不是。你们是给我买衣服干嘛？最近不是要同学聚会了吗？想让你穿得体面点，要不然别人又看不起你了。同学聚会？你没收到邀请吗？没。是不是你最近太忙了忘了呀？那也如何？啊，对了，你等我一下。明天晚上10点回去。是，今天。人到齐了吗？还有谁？今天校友会还有谁没来？于柔还没来呢。于柔啊，当年她可是咱们班的班花，这么久没见了。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样。不好意思啊，你来吧。阿柔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好看。谢谢。都来齐了是吧？叶红还没来。叶红？他怎么会来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都没有邀请。不是同学聚会吗？小柔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们今天邀请的都是混得好的。你看，在座的哪位？不是身价百万。哎呀，叶红那个臭小子，念书的时候就穷。要我说，这穷病一辈子都治不好。你们现在不要小看他，叶红现在很有出息的。等他来了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他能有什么出息？我看呀、啊，估计是帮出来的。小柔，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好，故意帮他说好话。不好意思啊，来。我去。这人一身名牌啊！这位大人物是，我怎么没印象了？他就是叶红。叶红啊啊！请问我在哪儿？我还以为来了个大人物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没邀请你。想蹭饭的话，我们不建议你蹲在角落里面。
你们这样太过分了。你也别跟什么人都关系这么好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。就是，跟这种人在一起，说不定被传染穷病。眼红不穷的，你们看他这身衣服，很贵的。这衣服是我女儿，真是你的母。为了买这身衣服，倾家荡产了吧？真能装！不是我们同学聚会吃个饭，你们嚷嚷什么呀？啊！叶红说的对，大家啊和和气气，聚会才开心嘛。开心？跟这种瘪三坐在一起吃饭，我怎么开心？留他吃饭。大长，你是要留他，还是留我？要不，你先回避一下。哎，叶红，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小柔，你可不能走啊。可是，算了算了，叶红，你回来。对嘛，大家开开心心多好。你们不要小看叶红，他可是很有本事的。我在车行工作，还是他买了辆很贵的车帮我冲业绩。你是说这个穷鬼？不是，你别老用那种眼神看着他，我觉得恶心。公交卡，小柔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很贵的车。对，公交车几十万一辆，地铁上千万一台啊。不是，要我说呀，叶红那纯粹是强哥可就不一样了啊，公司副总身价百万。你是哪家公司的副总？关你屁事啊！说了你也不懂。飞雪是叫他的公司我都认识，你在哪家公司当副总？哟，真能吹牛啊，你都认识？我们公司业务范围比较广。你怎么去见客户呀？啊，坐地铁去吗？哈哈哈哈，你地铁咋了？又方便又便宜还不堵车。哎，看吧看吧，露出马脚了吧。叶红，我告诉你，有钱人是根本不会坐地铁的。我没开出有钱人对我。叶红，你累不累啊？天天装啊！哎，别说强哥了，连我你都比不过。我是蓝天企业的主管，存款几十万，我根本不愁钱花。小豪这小子，工资比我高这么多，我才4000块钱一个月。攀比之风不可取。虽然我这么说，但今天这个聚会，我还是有求于大家。校长，有困难你就开口。对啊，校长。能帮呢我们一定帮啊。对，咱们学校有一个科研项目，现在资金不足，我想求你们捐款。要捐多少？100万。既然校长开口了，那我先捐2万。我捐1000万。什么？我这样学校科研项目捐1000万。放屁！你一个坐地铁的人，哪里能拿出1000万？1000万？我看你连1000块都没有吧。我警告你们啊，别得寸进尺，我不想跟你们装掉价。叶红，虽然他们有错在先，可以，你也不能骗人呀。我知道你嫌穷，想在同学面前挣个面子，可是你的钱少，对钱没有概念。这1000万不是个小数目呀，不是一般人都能有的。不是校长，你就这么。校长，叶红从来都说到做到，不会骗人的。小柔，我知道你善良，不愿意当面揭穿他。哎，这笔捐款我再问问别人吧。谁说我拿不出来了？这1000万的捐款我当场付清。真的？什么？这1000万的捐款我当场。叶红，你什么想法啊？别老说大话。我们呢见识少，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要真有本事的话，你就把1000万现金送我，让我们开开眼界。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叶红呢？凭什么信他呀？啊，吹牛谁不会呀？哼。哎呀。喂，给我准备1000万现金。啊。行，我就说他是装的吧。哎，狗东西啊，
你还真能装。钱呢？1000万在哪？在哪呢？这银行暂时没那么多现金，得从各地网国调最快的虾。你这孙子真能装啊！我都差点信了。是这样，我给你开张支票，这是2000万，不够你再给我说。你疯了啊！你疯了啊！开空头支票是要坐牢的。我真的有证据。你能不能踏实一点？穷还在那硬装。我教出来的学生怎么都这么虚？菜我已经点好了，今天算我请客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奉陪了。校长，我送你。校长，这是叶红那穷鬼的交通卡，你还去？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一张交通卡能有多少钱？啊，对了，叶红的穷鬼指定余额不足的，查一下他。你好，查一下余额。100万？啥？怎么可能？叶红呢？叶红被我赶跑了呀！咱们同学聚会本来就没请他，是他自己厚着脸皮来的。你疯了！把叶哥赶走了。强哥，你不会真信了那小子吹的牛吧？他没有吹牛，他真是大富豪。哎，快得了吧，强哥，哪有他那么小气的富豪啊？哎，你知道他临走之前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说你拿了他的交通卡，还要去报案。强哥，一张交通卡能有多少钱？丢了就丢了呗，谁像他这么计较啊？说的。对啊，你说好笑吧？小柔啊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你把这卡还给叶红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让他原谅我吧。快快快起来。小柔，也替我感谢一下叶红同学这张支票。好。你们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这么怕那个穷逼啊？闭嘴，不许说叶哥坏话。畜生，你到底招惹了谁？害他们无限集团股票被做空，你知道损失有多大吗？别打了！知道错了！知道错了，以后你再敢给我闯祸，我都没一个儿子！败家子！对，今天跟我去见一个重要的大人物，只有他才能挽回我们集团的损失。不许给我再闯祸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唉，臭老头，看你老了以后我怎么对你！叶红先生，我们今晚不见不散。来，你们请，你们请。哎，混蛋，怎么把你放进来？哟，还换了新女朋友？我受邀来参加晚宴，关你什么事？要是在平常，这还真不关我什么事。但是今天是五家开的派对。你个畜生，又闯祸！爸，哎，看来宋家是不想跟我们合作呀。叶院长，请留步。犬子不懂事，还请您多包涵。爸，你跟他客气什么？就这窝囊废，能拯救我们集团？叶院长，你给我闭嘴！从今天开始，冻结你所有银行卡，不会再给你打钱，公司的股份剔除。爸，叶先生，爸，叶先生，爸，你没钱了，那你还来找我？我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身上。现在问你借点都不可能。宋元凯，你要是没钱了，别进我们家的门，我们这儿不养狗。你们不用靠叶红那个杂种，我有办法让你们无限集团起死回生。
什么用？我真的跟我爸公司没有关系了。我自有办法让你成功的掌控无限集团，事成之后，请分给我们一份。哎，爸，你回来了。嗯，这些是我这两天认真的反省了自己，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这些礼物买来给您赔罪。是，咱把媳妇说了，怎么突然就开窍了？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就算你认错了，我也不会把公司的股份让给你。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？我们是父子，谈钱就伤感情了。油嘴滑舌。爸，你知不知道是谁做空我们公司的股票？谁呀、啊？就是你那天见的叶红。哎呀，真的，他想抢占市场份额，让他的公司一家独大。爸，要让我们的集团起死回生，找对合作伙伴很重要。您看看，我给您找的严氏集团，他们居然让利这么多，确实不错。您签了吧？合适。做得好，凯哥，果然你是最棒的。现在我们严氏集团和无限集团强强联手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。妈，咱们为什么一直盯着那瘪三不放？那臭小子不知不觉中商业版图布满了整个飞雪市，如果我们不将他铲除，那还有立足之地。叶先生，我教子无方啊！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被儿子给骗走了，我一直都提防着外人，可没想到这最大的祸害就在身边呢。宋老板来这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，这可不是小事。要是他们两家真的联手起来，恐怕你也对付不了。少主，宋老板说的没错，严家和无限集团加起来在飞雪市就占了 30% 的份额，我们现在跟他们斗确实没有胜算。我和叶家有交情，我也知道您是首富之子，这才提醒您一下，千万不能像我一样将来搞得身无分文呐。是啊，少主，现在投资要三思啊。这个项目我投一个。啊，少主，您是不是没有听懂我们在说什么？是，叶先生，刚才提醒您投资要谨慎，您能反手就砸进去一个亿。我已经很谨慎了，只投了区区一个亿。区区？您是不是对一个亿有什么误解？放心，我能把无限集团的股票做空，当然有办法做空第二次。当初真的是您干的？你有意见？啊，没。放心，我会帮你从你儿子那夺回无限集团的控制权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合作愉快。您可真是冰雪聪明，只是略施小计就让我爸把那份伪造的合同签了，不然怎么会这么顺利？是啊。你看叶红到处投资，他哪知道他已经在我们的包围网中夹缝求生了。真是个蠢驴，投资这么多项目，光是成本亏死。不出两天呀，他就要自取灭亡喽。是吗？不好了，蓝天集团说不和我们合作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不跟我们合作，那在这飞雪市他还能找到谁？又有三个公司，六五项。完了，
叶红那混蛋把飞雪市其他的公司都买下了。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以叶红的实力，他怎么可能做得到？我怎么知道呢？这电脑是不是被病毒了？是不是坏了？对了，我老爸叫我以前不要惹叶红来着，说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快说呀！ 他说叶红是首富的儿子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当初他连一点彩礼都给不起，怎么可能是首富的儿子？哎呀，我就说嘛，我爸绝对是老糊涂，让人给骗了。就叶红那样的，哪儿都不想出身豪门。叶家，京城叶家。 妈，完了，我们可惹到祖宗了。妈，叶红你又不是不认识，你想多了吧？就是，哪有他说让我们的股票跌就跌的？他哪有那么大能耐？还真是跌啊！少主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只要我钱够多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 少主，虽然我们这次给严氏集团重创，但是我们自己也亏了不少。把其他两家公司挤掉，我们自然会赚。说实话，我作为你的贴身保镖，也没见你干什么正经事儿。你不是到处跑，就是参加宴会，就算接管了新公司，也没有见你搞业务啊！别忘了，叶家是让你赚够5个亿，才会承认你是叶家的血脉，才能接你回京城继承财产。 但是我们现在公司的财务报表已经亏了10个亿啊！不是，在你眼里我就是那种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的形象吗？啊，难道不是吗？你想想，纵观飞雪市，三个人最有权势，鉴宝陈大使名声在外，何家地位最高，刘老板最有钱。拍卖会上，我们结识了陈大使，寿宴上又遇到了何家。 刘老板的豪龙酒店本来就与我司有密切生意往来，飞雪市三巨头都与我能有生意关系。你想想，赚的多厉害！没想到你私下计划了这么多事情。亏你还是上了派来辅佐我的老正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天道公司不赚钱的事。就这样。看。 救救我！要是无限集团现在已经背债30个亿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这辈子就都完了。你平时整天惹是生非，还老是得罪首富，你这猪脑子！妈，无限集团可是家族企业，你不能就看着他这么落寞了吧？哎，要不这样，我把公司让回给您，您替我背债行不行？ 我还年轻，我有大好年华，你老了就算讨债被人打死也没关系的。我是你唯一的后代，你不能看着我就这么没了吧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哈哈哈哈哈！ 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能帮你拿回无限集团的股份？你们俩合起伙来骗我！我只是帮他拿回自己的东西。哎，可惜啊，接了个烂摊子。都怪你，害我这么惨，让我们家破产。住手！我跟你说过，不要再惹这位大人物了。哎呀，有什么管他呢？ 反正我现在不在你身前，你敢在我们家打我，你是作吗？造孽！生了你这么个废话，你不应该打我，你应该打他呀！就是他叶红把我们无限集团的股票做空，让我们家背上了30亿的负债，不这么害我们呢？你还护着他？ 你真的拿回控制权了，对吧？一手创办减肥产业，
就这么全毁了，没事，会找回来的。富界三十，不可能再涨了。我说会涨。哎，真的涨了，真的涨了！怎么回事？真的涨了！无限集团欠债30亿的消息是假的，我刚发布辟谣视频，股票是涨回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坑我！ 是你自己利益熏心，也不懂分辨真假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爸，刚才签的合同不算数，无限集团还是我的，对吧？你做梦！这是死性不改。可他合同呢？合同呢？合同在哪？别找了，在叶岩手上。又是他！哼。 据目前统计，我们名下所有公司都正常经营，处于盈利状态，纯利润已经达到18亿。很好，邀请全市所有权利人，举办庆功宴，恭喜发财！客气客气，里边请。 刘老板，恭喜恭喜啊！好嘞好嘞。诸位，感谢各位百忙之中参加我叶某的庆功宴。我决定，此次庆功宴持续一周，在此期间，与我公司达成合作的，我全部让利10%。 连团一中，这是何等的大气！看来这个叶红真的是个雄豪。一看合作，错不了。我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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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签。让开，让开！叶老板，哟，真热闹呀！袁秀梅，袁秀梅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此言差矣。 叶总在飞雪市搞出这么大的名堂，我当然要来恭贺恭贺了。这儿不欢迎你，请离开。别呀，我这大礼还没送呢。诸位，你们还都不知道吧？叶红为了打倒打击竞争对手的努力，不惜倾尽所有资产，从外地购得一批品质不良的西北金属，以次充好卖给你们。你们呀，还傻愣愣的抢着跟他签约。 难怪他能卖这么低的价格，他现在早已经是强弩之末、油尽灯枯了。你们和这样的奸商合作，不知道哪天就卷钱跑路，到时候你们只会亏得血本无归，哭诉无门。这孙岩凯家可是飞轩市稀有金石界的老大哥，他们的话不得不重视。没想到这背后还有这么一出，还好我们还没签。 谁说叶红没钱了？我何家愿意出资1亿投资叶总？我也投1亿。还有我投2亿。没想到少主这么有人望。何永然他们三人是飞雪市最有影响力的代表，连他们都投资叶总，我们还怕什么？就是。 我们都愿意和叶总合作。对，坚决支持叶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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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叶总。这怎么会这样？没想到连他们三人也会站出来帮助叶红。严秀梅，孙子，今天恐怕让你失望。叶红，你别得意太早，今天这事儿我们没完。好，不过。 确实，你走吧，慢着，慢着，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他，叶红扰乱市场秩序，害得我们严氏集团破产，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如果跟这样的奸人合作，那最后落的下场跟我们是一样的。
经过之前那些事儿，他们应该知道我是首富儿子了吧？嗯，宋辉肯定会跟他儿子宋云凯说的。那他们知道我是首富儿子，三番五次刁难，这正常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有问题。那少主的意思是，他们会不会是别人派来，故意整？怎么回事？这个臭小子一点眼光。大家都听见了没有？不要相信叶红，他就是个害人精。哎呀，完了，我们中他的计了！啊？什么？哎呀，完了，我们中他的计了！啊？什么？我们中了他的计，快走！妈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？你还记得吗？他黑布买下了飞雪市所有的公司，这里边做的都是他的人，只有我们三个是外人，怎么办嘛？你们赶紧跑，别管我啊！我自有托人的。快走，快跑啊！跑啊！妈，快你走！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，还好咱们有车。姐，这儿离华南市不远，只要逃出这个地界，他们就不能把咱们怎样。不行了，休息一会儿，还好他们还没追上来。你说咱妈不会真的被抓了吗？估计假不了，不然他们还不会这么快追上来。那怎么办？那咱们计划不全打乱了？先保住自己，再重长计议。走。少主，他就是张律师，飞雪是第一大律师，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。飞雪是第一可说不上，我只是喜欢为民解命而已。张律师谦虚，张律师的大名我早有耳闻，无事不能三两定。我这儿有一张60万的欠条，希望张律师能帮我出。60万。想要追回来也不难，就是需要花点时间而已。张律师，别误会，我要追回的是这欠债，至于这60万，就是您的劳务费。哈哈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哈哈，叶总放心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了，三天之内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好，那我就敬张律师一杯，感谢您的为民解命。同志你好，警察。现在有人告发你们欠债不还，告发你们财务侵占。等等，我们才刚闹这个事，你说认错人了？有什么话回局里再说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我要见律师，我要告你。好，感谢张律师大力支持啊，改天跟您喝个痛快。最近你那个女儿离过吧，估计够判她个10年8年。这一切都是我在背后操纵的，与他们没有关系。我求你放了他们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的严谨，律师暗中的支持，你们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说，谁派你来？哼，行。不说是吧？那你这个女儿，估计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了。好，我找是你母亲？不可能！少主，孙庆兰证人狡猾，他说的话不可信。我知道。对了，既然我已经证明武力，是不是可以回叶家复命？你母亲已经在云上酒店准备接你回京了。妈，我也在飞雪市成功赚到5个亿，特此前来复命。好，不愧是我梁谷燕的儿子，果然没有让家族失望。说，你想要什么？
为家族解忧是我的职责，我也不敢多要，我只希望说啊，我只希望母亲能兑现当年的承诺，接我回京城。那是自然，蓝然，把他们装起来，装起来，慢着。我威胁家立功，没有家长就算了，为何派人抓我？事已至此，那我就不瞒着你，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，你根本就不是我京城叶家的子嗣。飞雪市呢，是个重要的经济中心，想要在飞雪市立足，困难重重，说不定呢，还会遭到杀身之祸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，我只好在孤儿院翻上资料。看到你，聪明，学历又高，刚好能写心片，那我只好找你认亲了。哎呀，你呢，不过是我儿子的一个替身吧？但你为我儿子排除困难，征服飞雪市一口，那你就没什么用处了呀。给你打的那五个亿啊，是想买你这条狗命，贵是贵了点，不过目前来看呢，还是值得的。家主，若真如你所说，这一路走来危机重重，我们保镖的性命又置于何地？保镖啊，那就是我们叶家的一条狗，为我们叶家卖命，那是你的宿命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布的局。哎呀，现在知道呀，晚了。是吗？我看未必。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想造反吗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其实是我一直在暗中造反。什么？从始至终，你都在我部的局。不可能！我找人查过你的资料。那些不都是我提前就是为了将计就计，接近你们叶家，调查你的黑色组织。当少主这段时间，我早已掌握了叶家全部的黑色组织。够你死一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想到我一世都在玩弄权谋，竟然栽在你这一个妻子的手上。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凌寒，快快救我！事后我竟封你为上宾，又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你有今日的下场，纯属咎由自取。我带走，放开我，自己走。叶家倒台，那少主以后怎么办？叶家倒台，那少主以后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？做个普普通通的亿万富翁。亿万富翁，叶家的钱不都是被冻结了吗？你忘了，在这儿开公司挣了18亿，那是我自己的钱。你回来了？等很久了？也没有很久，也就半个多小时吧。那为了补偿我，你可要带我去个小吃街？没问题，喜欢哪条街，咱直接买下来。你怎么这样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开玩笑的，那也说不准，本来就是我的呀。复杂，要怎么保证？